主料鸡丁100克，四季豆250克，辅料油盐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鸡肉切成鸡丁，用油盐姜蒜生粉生抽糖等调好，味腌10分钟以上。四季豆去头尾筋等切成丁备用，胡萝卜去皮也切成与四季豆差不多大小的丁。热油锅下鸡肉化熟，然后盛起备用。锅中利用鱼油倒入四季豆和胡萝卜翻炒至熟，加入盐调味，再加一点生抽调味，倒入炒好的鸡丁，快手炒匀即可起锅。烹饪技巧，鸡丁腌入味更好吃，用油滑熟的鸡肉吃起来更嫩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